你今儿这是怎么的了？怎么这么如此的沧桑呢？是又分了吗？想你想的吗？哎呀，说什么又分了吗？是又分了吗，哥哥？分什么了？分家了，跟家里边分家了。行了行了，差不离了，差不离了。哎呀，差不离给我呀？不给了。你别说差不离了，你都不给我。都到我盘里的，那能给你们？那能还给你们？那是我的作风吗？那呀。说话说的多利索。你洗洗你那头，我洗了，这是洗干的，这是干了的，你搞清楚，这是干了的。好，你要不说，我以为打了点发胶出来。主要是啥呢？今天早上嘛，我找不着梳子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你得跟我苹果要啊，我什么都有。是吗？来，粉丝，你早说呀！哎，菠菜吃吗？没事，就这样吧。我吃了，这样吧。啊，有个仪式感让我给你讲。什么仪式感？你不要仪式感。我给你讲。你要什么仪式感？你还给我。不要仪式感。我给你讲。你还要整？咱俩都一直在这儿冲突了。来，咱俩都在这儿冲突。行，再见。好。